今天天气好棒，太适合去户外运动了，不如听声音猜一猜我尝试了哪些户外运动，猜对了有惊喜哦。走进森野，一直往前，用脚步去丈量自然的长度，逆流而上也可以顺流而为，找一份秋野的清凉，与自然相拥而眠，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心中的向往被篝火照亮。我是龚俊，和我一起加入一野之秋秋令营，奔向自然，一起去野。